这是一辆被曝失踪的铲车，它被藏匿在一处少有行人过往的树林里。在被警方发现的一个半月前，这台铲车被主人报失踪。6月20号的那个上午10点左右，这个一个施工在我们东来川营的施工的一个老板，到那说是铲车被盗了。当时，铲车的主人向开鲁县警方报案说，他的一辆铲车不见了，怀疑是他雇来开铲车的老赵把铲车开跑了，因为老赵也联系不上了。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啊，那我就感觉这铲车没有了，人也没有了，这是开着干啥去了呢？是他出去拿我铲车挣钱去了，还是说把我铲车开走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感觉就是铲车没有了，赶紧找铲车嘛。据了解，报案的吕女士是外地人，在开鲁县承包了一些工程，为此她在工程附近的村子里租了一个院子，用来放置一些工具。安全起见，他让开铲车的老赵住在那里负责看管，没想到竟然连人带车都不见了。就是晚上那天我在那走的嘛，走的晚上我走了的时候，我把充电宝给他了，我说你别给我整关机的事，我说我那个到时候后天我说工人上来我再回来。然后说那你把铲车钥匙拿走了，那我咋办呢？之后然后我就把铲车钥匙我又给他了，就这时间给他联系了。再过那是中午，好像是11点半走的。11点半走了以后，然后就给他打电话，就下午给他打电话。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就开始关机，第二天早上7点来钟开始给他打电话的，一直打到9点也关机，就这样失联了。就是。失联的铲车司机老赵，事发时49岁，辽宁人。本来应该看守铲车的他，却和铲车一起失踪了。这让报案的吕女士首先想到的是，老赵他监守自盗，偷了铲车，然后躲了起来。但是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，这远不是一桩普通的盗窃案那么简单。老赵和铲车失踪的背后，很可能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真相。聚焦一线，直击现场。铲车司机突然失联。如果说是单纯一个普通的盗窃案的话，这个是有疑点的。铲车也如人间蒸发，调所有的车辆信息，越调心里觉得越没底，车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这个案件这肯定就是说是挺复杂。看似平静的现场，少之又少的线索，警方该如何探明真相？意外触发，一线正在播出。接到报警，开鲁县公安局立即派民警对老赵失踪前的暂住的院子进行了勘查。当时到那儿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个门是开着的，完了之后屋里头地下有一个桌子，桌子上面有喝的剩下的啤酒还有吃的菜。勘察现场的民警注意到屋里屋外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迹象，就像是主人刚转身离开。老赵的随身物品也都在，包括他的身份证和银行卡。这样就引起了我们高度关注。为什么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车如果当时是受害人把这车开走的，他不会把银行卡还有身份证留到他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我不会给你留下痕迹，或者说我这个身份证我还需要去用，我这银行卡还毕竟钱不多，但是还有点钱我还可以花。我们认为这也是，如果说是单纯一个普通的盗窃案的话，这个是有疑点的。这些疑点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一时间还是一个谜。那么，老赵人在哪里？他的失踪是刻意还是另有隐情呢？为了摸清事实，针对老赵的社会关系，侦查人员展开了调查，并联系到了老赵的家人。家人就给他打电话，我一直打不通。还有就是，你哥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有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不清楚，他没过来家。我也不知道。老赵的家人说，老赵常年在外打工，很少回家，他们不了解他的行踪。而暂住在村子里的老赵和村民们也基本没什么接触。
那时候来了有三十左右天儿。那他那个在村里边跟村里人来往多吗？他跟村人没有来往，他那有一个施工队，有个十多个人，就在这个村不是垒这个石膏覆盖的砖墙啥的吗？就干这个活了。他跟村里人打交道吗？他不打交道。经过走访，办案民警了解到，当地村民与老赵几乎没有往来，只有一个叫李春的村民不时去那个院子走动一下。一开始也没啥关系，就租他兄弟房子嘛，隔三差五他去到那看看，也是看看那个住的啥情况啥的，可是去的趟数多了也就熟了，哎，就这么事儿。据了解，报案人租的这个院子是李春弟弟的，因为弟弟常年在外，李春就代为看管，因此李春和住在那里的老赵时有接触。随后办案民警找到了李春。第一次我找他的时候，李元春说当天晚上他确实看见赵志勇了。我说我就问完，我们就经过跟他做就是询问嘛，完了说是他说他晚上大约七点左右的时候来到他弟弟这个房子这儿，因为他弟弟的房子这儿有无线网，他每天晚上忙完活农活他上这儿来，免费使这无线网的。据李春说，2016年6月18日当晚，他去了老赵暂住的那个院子，并且两人还一起吃了晚饭。而这一说法与报案人吕女士的说法相吻合。吕女士说，联系不上老赵，她立即就给李春打了个电话。我说老弟，我说你上那去看看去，看我们司机怎么还关机呀？然后呢，他说在那个地方。我说那你昨天晚上看他了吗？他说看着呢。据吕女士回忆，当时李春的话让她稍稍安心了一些，但为了弄清楚状况，她就在电话中委托李春再到那个院子去看看老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然后呢，他说在那个，他说他爹我在家扫地呢。我说你啥时候扫完？他说这爹十点嘛。然后他说那，我说那你爹十点你过来看看去。然后第二天我后来他就去了，等十点来钟给我打电话说人几点了，几点了。吕女士说，从李春的电话中她才知道，不仅老赵不见了，铲车也不见了。如果说老赵的失踪是一起案件，那么李春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老赵的人，并且李春可能也是最早出现在现场的人。其实这个为啥说这个李万春最早纳入咱们视线，是通过这个证人的身份啊纳入咱们视线的。根据证人李春的说法，老赵失踪前的那个晚上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，他俩还一起喝了不少酒。完了说是李万春说他自己拿钱去他们村的超市买了一捆啤酒十瓶，又买了点就是成品的那种熟食的猪蹄子，还有点花生米什么的，他俩喝的酒，七点多钟他俩开始喝的嘛，喝到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李万春回的家。李春告诉侦查人员，那天晚上九点多喝完酒他就回家睡觉了，至于老赵后来去了哪里，铲车又怎么不见了，他就不清楚了。在调查老赵去向的同时，另一组侦查人员也在设法寻找那辆铲车。他毕竟是一台小铲车，他需要走路的，这样的过程中他用别的其他车运走的过程中，他已经我们不可能抓拍不到。办案民警调取了相关时间段、相关村子周边以及开鲁县和毗邻祁县的城乡卡口监控视频，却没有发现那辆铲车的踪迹。包括毗邻的、我们祁县的所有的这个路线上的，你可以从我开鲁躲过我所有的卡口，不可能其他毗邻祁县有，调所有的车辆信息，越调心里觉得越没底。因为所有的调的过程中都没有这台铲车出现，那么有个问题就出现了，铲车去哪儿了？因为车挺大，就是突然间就没了，就是这个车也没找着，这个车也没了，人也没了。咱们判断这个车它那么大，它不可能凭空消失啊。对，因为这个案件就肯定就是说是挺复杂的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老赵及铲车的去向像谜一样困惑着所有和事件相关的人。而就在老赵失踪半个月之后，他的家人又来到开鲁县公安局报案，要求帮助找人。我知道他现在安全没安全呢，
现在就是怕我的小孩，你抓你抓人，我得知道吓唬我去。我是抱那个心态，我主要是见到人儿啊，你给我打，你就当这个你厂子开房卖的，你可以判他也好，这抓的也好，这好处啊，我得见到人，对不对啊？人失踪了，是人怎么回事？人被害了，还是各方面可能？咱们没有一个，没有任何线索能让咱们做出一个比较倾向性、比较准确的判断。咱们也没有什么话，也没有什么答复，也无法答复这个吕老板，也无法答复这个老赵的家属。所以说，当时，我们也很着急。警方调查多日，依然没有老赵的下落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那么大的一辆铲车，竟然也没有找到他的任何踪迹。这一人一车究竟去了哪里？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，警方判断老赵偷走铲车的可能性并不大，因为他的身份证、银行卡这些物品还留在了他的住处，他不太可能放下这些重要的物品一走了之。因此，老赵极有可能遭遇了不测。而种种迹象表明，有一个人与这一切的发生有着莫大的干系，这个人就是此前以证人身份出现的村民李春。民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，是因为调查显示，李春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说了谎。重要的时间节点，他露出破绽。那他为什么对民警不能说实话呢？案发后急剧消瘦，是什么让他忧心忡忡？这个李某瘦了很多，瘦得很明显。意外触发，一线继续播出。根据此前的调查，当地村民李春是最后一个接触老赵的人。据李春说，那天晚上大约9点钟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那里回家睡觉了，此后再也没和老赵有联系。然而，办案民警在调取了老赵的通话记录后发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调取了这个失踪人的通话记录，在晚上9点40分的时候，这个赵志勇和这个李万春还有通话，我们就感觉李万春说谎了，因为李万春说他9点就回家睡觉了，这就快将近10点的时候，他俩还有通话。那么李春为什么要撒这个谎？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办案民警再次找到李春询问。你看我就是唠家常的这种的吧。完我说大哥你，19号晚上就在家睡觉了吗？就是唠了这些事儿。完他跟我陈述的就是我就是在家睡觉了。我说你这意思，你看你回家睡觉之后你再也没活动，他就是一直沉，我就哪儿也没去过。那。打电话了吗？问他了。我问他了，我说你给赵志勇打电话，他说我没打过电话。还在撒谎。这就是能表明他是可以隐瞒的。面对民警的询问，李春仍然以肯定的语气陈述着同样的话，但也正是因为他的言之凿凿，让他的嫌疑急剧上升。完了，咱们当时就把这个人就是纳为重点了，纳为重点以后。就是侦查这个李万春，说是，就是说他跟他是，就是说是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为啥最后就是消失的头一天晚上，他跟他有这个两次通话记录，就是这个后来再往后就没有了，这手机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车也没了。那么李春和老赵以及铲车的失踪会有关系吗？据了解，在村民们的印象里，李春是一个热情朴实的人，和村里任何人没有过纠纷。和外来打工的老赵也很合得来，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。因为他在这个村从来不说跟谁打仗啥的，没有那个打仗的事儿。是啊，跟谁处都挺好。跟谁处挺好。也没有说那个有其他不好的。没有那种情况。我俩就刚努力这段时间吧，我感觉他不是这种人了。不是，我感觉不应该是这种人的。我说这个人挺实在，是个人挺好，一个人挺讲信用的。根据调查，没有任何可疑迹象显示李春和老赵以及铲车的失踪有关，但警方认为李春撒谎的疑点不排除，就不能放弃这条线索。作为一名公安人员，不会一名侦尤其一名侦查人员不可能放纵任何一个疑点，除
除非把他排除了，那你要排不出的话，那他就有疑点。随后，开罗警方对李春的近期活动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，侦查人员发现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李春不时去往开罗县几十公里之外的奈曼旗。他活动这些轨迹，通过我们调查走访，他根本没有近亲属，那面还没有承包的土地，跟他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为啥频频出现在那一块？2016年8月初的一天，侦查人员跟踪发现，李春再一次出现在奈曼旗，随即侦查人员试探性地拨通了李春的电话，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但是我们侦查员以了解那个情况的名义给这个李某打了个电话，说是那个，老李你在哪儿呢？他说我在科区呢。但是事实，他没在科区，与他说的与实际情况又是不相符的，他又在撒谎。一次又一次的撒谎，让侦查人员推测李春一定有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，并且。根据最近的观察，李春的一些状况也很反常。他说这个李某以前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敞亮的人，就是爱说爱闹那么个人，但是这段时间感觉情绪上还是有点压抑。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啥呢？是这个李某外号叫胖子，因为他体格特别好啊，特别胖。就是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这个李某瘦了很多，瘦得很明显。那么李春为什么频频撒谎？让他消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开罗警方决定和李春再次接触，不同的是，这次调查警方抛出了几个关键问题。到现在，公安局已经找了你3次了，为啥对你这么感兴趣啊？为啥今天把你带到这儿来，这么正式的问你啊？我们还是知道你一些东西的，因为我们这20来天也没闲着，我们对你进行了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，而且我们知道你今天就在奈曼。我说那个范围之内，我们都已经搜查过。那个铲车它不是一个小火柴盒，说它搁兜里面装走，那么大个东西，那不可能说是我们警察发现不了。完了就坐在那儿冒汗了。面对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，李春明显慌了神，他停止了狡辩，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，终于承认自己在撒谎。我跟派出所就说的，我俩喝完酒，我说我就回家了，就上开鲁这块我就没说。这也不应该算撒谎，就后就是没说，前面喝酒啊，的确是属实。李春承认自己没说实话，并承认他把铲车藏起来了。最近他之所以常去奈曼旗，就是为了去查看那台铲车。当晚，根据李春的供述，警方找到了这辆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的铲车。啥呢？你为什么把他那个铲车开走呢？理由就是说，我跟陈队说，就是我俩闹玩儿。李春说，那天晚上他的确是和老赵一起喝了酒，在喝酒期间，老赵不停地吹嘘自己，让他很反感。完了就是说，我呢，这个赵志勇呢，经常跟我在一起喝酒，他跟我吹牛，说他会武功，又说他晚上睡觉就是有声啥的他也醒，说他可厉害了。我就寻思，我想试探试探他到底厉害不厉害。我寻思，我把他车给他开着藏起来吧。我就把他车开着给藏起来了。据李春说，为了吓唬一下老赵，那天晚上他就把铲车开走了。当时老赵因为喝多睡着了，就没有发现。我开车就走了，完了哎，走挺长时间的，我绕一个大圈儿，走这就这个人吧，总说搁哪的都不放心。啊，一直往北走，走到北边也不合适，又开始从大堤开始往南转悠，就转到大海南去了，就绕个弯儿，就转到大海南去了。
李春说，他开着铲车稀里糊涂跑了大半夜，竟跑出了开鲁县，跑到了奈曼奇，本想着吓唬一下老赵，不想一早他就接到了车主吕女士的电话，要求他帮忙去找老赵。他跟我说，这老赵手机关机了，怎么就联系不上了呢？哎，那会儿我就强作镇静，我说没事，我说我回去给你看看吧。哎，这么着就强作镇静，我说我没在家，这么着。啊，那我坐班车正往回赶呢。他说这姓吕的女的你报案，他说你说我也没想偷他铲车，我是想开出去吓唬吓唬老赵，但这事让我整坏了，你说这铲车我就不敢送回来了。他跟咱们这么说的。不管李春的说法是否真实，铲车终算有了下落。那么老赵人又在哪儿呢？对此李春说，他真的不知道老赵的下落，他怀疑老赵故意躲起来了。李春的这一说法一时间还无法判断真伪，但侦查人员发现在一些细节上李春仍然在撒谎。后来咱们也问他说，那你奔什么路线走的呀？他说我就奔那个大道走的。这明显撒谎，因为说在咱们先期侦查这起案件当中，就是示范，就是有的这个咱们说是这个交警路口啊，一些个是这个视频啊，这些东西作为支柱，调查清楚以后，就根本就是十几天之内就没有发现过这台车，这个车绝对不是说按照他所说的行走者路线走的。我们感觉这个李某还是有一些东西对咱们有一些隐瞒，他隐瞒了一些东西，那他为什么对这个民警不能说实话呢？为什么隐瞒呢？失踪的铲车被找到了，可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，也就是老赵的下落，依然悬而未决。对此，李春表示他一无所知。然而，警方对他的这一说法却表示质疑，因为有证据表明李春仍然在很多细节上有所隐瞒。李春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想隐瞒什么？这和老赵的失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无法继续的谎言引出令人震惊的真相，夜色之中究竟是什么点燃怒火，引发罪恶？意外触发，一线继续播出。掌握了李春撒谎的事实，接下来办案人员不再给李春绕弯子的机会，讯问直指事情的核心。咱们也就是问的，就是老赵被你弄到哪儿去了？这老赵为什么没了？老赵现在在干啥呢？老赵现在在哪儿呢？面对侦查人员抛出的一连串的问号，在长达20多分钟的沉默之后，不堪压力的李春突然站了起来。他就挺了一下身子，因为起不来啊，这个那个椅子前面有个板嘛，他起不来，他挺了一下，他咣当一声，就是这个板就都弄了，咣当一声。大喊一声，给我们吓了一跳。他说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老赵让我整死了。我说事出了，你怎么说呢？事出了就得偿达了，啥样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吧。根据李春的供述，2016年8月5日，在奈曼奇一处未完工的工地，侦查人员找到了遇害的老赵。对着尸体进行就是尸检嘛，发现这个死者确实是颈部窒息死亡。实际上，直到事发的那天晚上，无论是李春还是老赵，都还把对方当成是可以掏心窝说知心话的好朋友。尤其是李春，那时妻子刚刚离家出走，他无比苦闷，就经常把一些不容易说出口的话说给老赵听。喝完酒后，
跟他唠了，就是就赶那这媳妇跟人跑了，不闹心嘛？哎，别跟人闹心，拿谁都当朋友，就是很容易说出心里话来，喝点酒来，哎，就这样，这么着，啊，拿什么人都当好人，就感觉吐了心声，挺好。2016年6月18日傍晚，李春像往常一样去找老赵闲聊。我去的时候，老赵说的。来喝点，我这就炒咖啡还咋喝，我说算了你自己喝吧。他说 你去买点去不得了吗？我那也中，我拿这唠了嗑说了话了。最后李春跑到村里的超市买了几瓶啤酒和一些下酒菜。在闲聊的过程中，李春说自己需要一些水泥。我说哪，我说明天去得去买点水泥，把门口需要打上，这么事。他说嗨，买花什么钱呢，这门口多的是，也没人看没人管呢，你拉吧。那水泥是谁的？那水泥应该说是村上的。对，哎，他说你们是让他看吗？没有，跟他没关系。他说这水泥也没人看没人管，跟我也没关系，我不说谁知道啊。那你拉个舍得二袋你就够了嘛。我说够了，哎，这么着。就这样，趁着夜色，李春把堆在老赵院外面的水泥拉了20袋回家。据李春说，拉完水泥后，老赵提出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，李春得请请他。完，你看看你能不能请我？啊，我一听，我现在请就请吧，反正就这么回事儿，和我都拉回一趟水泥去了，然后我就拉中，我中。随后李春开车带着老赵去了开鲁县城，找了一家烧烤店继续喝酒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两人返回了村里。据李春回忆，当时他开车把老赵送到了院门口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临下车的时候，老赵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哎，这走到这个到门口了，他一开车门，他要水泥拉这么些。我说啥？他说拉多了，他明天给我送500块钱了。哎，我说这差啥给你送500块钱呢？他说拉这些看不着吗？他说你把啊，我说这你不是惹我吗？啊，你说从车窗被夏天那块挺热的，说就你这惹你咋地吧，就惹你了。我你不过明天不过不送500块钱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就完。李春说，当时老赵的话让他怒火中烧，但自己毕竟有短处在老赵手里，所以也不便发作，便强忍着没吱声。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李春却再也难以平静。老赵的话像一根导火索，点燃了他积压在心头的种种怒火。火冒三丈，就那种，就是心里就是哎，就感觉就是说，他这一直逼了我说我完、啊、我媳妇呢，这一想起我媳妇就跑之后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的话，说我这个兜啊比脸干净啊，一事无成啊，说我这堆这废物的话，啊，他这一直逼了，回首你那边再抽一兜的钱，就是感觉就。混在一块儿了，受不了。就他交代呢，说我给他500块钱倒是行，我给完他这个钱以后呢，他下次再找我要钱，我怎么办？是不是还得给他？不给他，他又报告公安局，是不是我还得进监狱蹲拘留去？还挺磕碜的。于是盛怒之下，李春决定去找老赵出口恶气。出门时，他的手里拿了一根绳索，而那时酒后的老赵对逼近的危险丝毫没有察觉，就把这个这么感觉就气冲冲，就实际就直接就进屋了。但本身门那个也没关，就是走着，就是很正常走着，我就进屋了。你进屋他在爬睡觉呢，我就站着头上。黑暗中望着熟睡中的老赵，愤怒中的李春犹豫着挣扎着。据李某说，他说我当时我想了很长时间，大约有半个小时。我想，我杀死他，整死他，哎呀，算了，回家吧。整死他，算了，回家吧。反复的想，教训一下。哎，这么着，行了，教训完了，再说吧。
就这样，老赵在睡梦之中被李春杀害。李春说，发现老赵气绝身亡，他也傻了，但他顾不上多想，只想着怎样才能不被人发现。我一看这也没招了，一看你那是真傻了，所以说我给你闯啊，有外边有铲车，把他抱着搁在铲车里头。趁着夜色，李春把铲车悄悄开出了村子。为了不被监控设备拍下，他有意绕开大路，穿行在一些乡间小路上。最终将车子开到了几十公里之外的奈曼旗。村村的这个小道，他都熟悉。这些道是没有监控的，他熟悉。但是如果说再往西开，再往远开，对他来说他就不熟悉了，他也不敢走了。他也怕被那个监控视频卡口拍下来，当时心也着急，哎，这怎么那心里就没法说了，也没地方放，没地方搁的。正好有个小毛道，我就吓到了。吓到之后，一会儿走，一会儿拐弯走，挺深的。哎，这么着，我到那嘎达把他抱着，搁那拐弯沟里他，完之后就推脱给他埋上了。随后，李春又驾着铲车离去，并把铲车开到奈曼旗的一个亲戚家里。而就在此过程中，李春不慎触碰到自己的手机，并拨出去一通电话。你越着急吧，智能机了，还碰上了，拨出去了，就给这个老赵的手机打过去了，给我吓得这就紧抠着，哎，越抠着越抠着不着架子。也正是这个没有打通的电话，让李春在警方面前露出了马脚。据李春交代，事情发生后的每一天，他都如坐针毡，沉浸在负罪感以及怕被人发现的双重折磨里不能自拔，并因此迅速消瘦40多斤。天天睡不着觉，为啥那么瘦啊？睡不着觉，吃不好饭，就考虑这两个问题。所以说，他经常去埋尸地点，经常去放铲车的地方，然后也天天都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警察找我怎么说，警察掌握什么东西吗？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。在此期间，他担心铲车被发现，先后几次挪动铲车的位置。后来侦查人员几次找他，让他意识到警方可能已经掌握了相关情况，但那时他仍然心存侥幸，只承认开走了铲车。寻思啥办？弄个罪名不轻点吗？看能不能轻点，也就是那么想的，就能轻点。那咋了？这就是说是道的，不也比这个人死罪轻吗？就这种心态。为了避免警方发现埋尸地点，对于事发当晚的行车路线，李春仍然选择撒谎。但他不知道警方已经做了大量的视频调查，他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。也正是他的谎言让警方确信老赵的失踪必定和他有关。当时一时冲动，人家老赵死了，我的家也支离破碎了，冷下一老一小，我这一个67岁的爹，未成年了，我也没人管，没有，就因为我一时冲动，这只能向老赵家人嘛说声对不起，别的也没啥。一点微小的利益，竟然引发了一场血案，真相令人感慨。同时，他也再次警醒我们，遏制贪念，冷静理性地处理问题，才有可能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，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。这里是一线，我是陆晨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